寶基 Type 20，一隻經典的計時腕錶，大家都知道啦，它有很多種不同的 combination 的，有這隻的 Elven Nail， 有 Translantic， 其實金屬方面都有鋼、黃金、白金和 Titan 的，面也有這隻黑色啦，有、金面啦，也有 Carbon Fiber 的面，也有日曆和無日曆之分的，所以呢它的 combination 都挺多。咁亦都有一隻好多人中意嘅藍面嘅限量版，限量1000隻。咁嗰隻就背透嘅。咁呢隻咧係寶基裏邊運動錶裏邊咧嘅一隻嘅好靚嘅一隻錶啦，亦都係一隻好抵嘅一隻錶。咁係一隻 Fiveback 嘅 Chronograph， 大家都知道啦，佢係用 Lamalia 嘅機芯嘅。咁 Lamalia 最著名就當然係 Moonwatch 啦嚇，咁啊。一代經典啦，咁 Lamalia 而家寶基咧就因為喺20年前都買咗 Lamalia 噶啦，咁成間廠都改咗名做 Manufacture Brigade 嘅，所以咧 Lamalia 呢間廠就唔再存在啦。咁因此亦都呢個機芯咧就變咗寶基嘅 in-house movement 啦，因為間廠而家都淨改名做 Manufacture Brigade 噶啦，所以咧就係寶基嘅一部分嚇。咁所以呢隻錶咧就切頭切尾100% 叫做 in-house movement。咁係一隻非常可靠嘅計時錶啦，有 Fiveback 嘅功能，39mm 金幣型嘅設計，配合呢條21嘅帶咧，帶出嚟就比起 Daytona， 我認為就仲略大啲咁多添嘅嚇。咁一個好靚嘅折扣，咁喺即係高級嘅運動計時錶裏邊，我估計呢只都真係最抵買嘅一隻噶啦。有 T 面同埋呢啲有現代夜光面嘅，咁有啲人追求 T 面嘅嚇。咁咧我就覺得玩呢只嘅 Brigade Type 20咧，就皮帶就靚過佢嗰條嘅鏈帶，嗰條鏈帶有少少似嗰啲蜈蚣嗰啲紋咁樣嚇，咁我覺得麻麻地。咁反而皮帶咧就好似好睇啲。咁相反啦，去到 Type 21咧，佢嗰條鏈帶有所嘅改善咧，就感覺就會好咗好多嚇。咁即係呢啲錶啦，以前定價，而家其實仲有得賣嘅嚇，咁啊定價90,000到，咁二手咧就通常都 under 30,000嘅，咁同樣嘅設定咧，地通拿定價都係90,000，最新嗰只陶瓷圈嚇95,000，咁你冇180,000都買唔到嘅，價錢就嚟去到10倍嘅啦，咁你會買啲咩咧？咁啊，鹹魚青菜各有所好啦。多謝各位。